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不爱拍手。以前改变你的台语，台语就是不对嘛呢。以前叫罚钱，我是讲无罚钱，因为我老平常做庄啊，主学，伊唔怕麻烦。一般人讲台语拢罚一间两间的。好啦。好看，有你较贵，你较贵，啊你较好钱啊，较少嘞，干咪？这你也袂当移转出关。所以伊无资格将咱台湾人的国籍甲咱改掉。哎，什么时阵咱变成中华民国国籍对不对？1946年1月12号，离开1945年12月25号，光复，以所谓的光复，第几天？无偌久，1月12号宣布归。12月25号开始，所有台湾人集体归还中华民国国籍。啊，你听笑呢？旧金山和平桥还袂签呢，所以美国甲英国抗议3次，不可以。我们永远不承认，这个叫名字，美国不承认，英国不承认。台北条约，1952年4月28号下午3点钟签呢。日本视同北京馆，视同台湾人为中华民国国籍。但是1971年，日本甲中国建交的时候，这个条约废弃了，已经没有再把台湾人看成中华民国人。我甲日本讲，安尼也歹讲，我们不是中国人呐、啊。咱真真正正即摆不是中国人，全台湾敢有高雄人？就新疆身份证。阿伯，咱进前的时。1949年6月15号，中华民国发行的新台票，用伊一个人甲咱偷换400块，你会记得无？会无？会记得举手？中华你不一定会记得，少年哪有可能会记得？一个甲咱换40000块哦，真正财产拢无去啊呢！我甲你讲，台湾政府呾正式执政的时阵，咱要印证台币。一块，你都要用新台币40000来交换，好不好？好。哈哈哈！太多了，太紧了。啊，你都无优惠了呗？你们来讲，按照台湾政府的迄个身份证呢，一块换一块，哎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开始。哈哈哈！你看有理，对不对？我别拍了，台湾人讲我别拍了。我讲起来哦，台湾政府执政，发行正台币，中华民国的新台币，要40000来甲咱换一块，这是甲伊算利息钱，本来一块甲咱换，伊一块甲咱摕40000去嘛，啊利息钱算来多，应该是不止啦，算是较有优待啦。啊有人来讲呢，啊我嘛是台湾人，我无我嘛要换台币。我就跟你讲，你若无台湾政府发行的身份证，我甲你以中国人打扮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拍手。这拢是你讲，我讲，但是我要执行。因为今日吼，我今日讲上辛苦啦，我十分钟就应两点钟过，下骹吼有迄个点心，我会当去食。啊，明仔早起呢食饭，明仔早起呢到6点。6点起床啦吼，啊6点半，本来是7点钟食饭啦，啊咧，即摆吼大家拢吼足早就起来吼，所以咱6点半啊菜啊准备哦，就排队食饭啦。啊，即个7点半的时阵，若要上课前咧看点钟久，我还要过当问，即个较讲伊吼，两讲算，今日上课开始结束，多谢谢谢。新疆菜哦，日本转来的见证啊！真正好呢，去，干杯，好，回家吃香蕉。